前夫赖鸿国要娶阿娇，华航林依晨找小薇发文这样说：阿娇一日被有一届王阳明之称的赖鸿国求婚后，当晚在香港开记者会分享这个喜讯，而赖鸿国的前妻华航林依晨找小薇随后也在 IG 发文似在处说他目前的心情写照。阿娇一日晚间在香港开记者会甜蜜分享喜讯，而之后赖鸿国的前妻赵小薇则 IG 吐露自己的心情：我们花很多时间去关心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人，我们花很多愤怒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我一直相信我们的每个所作所为，每个选择都会由不同形式影响自己或是他人，似乎在表达要放下过去的执着，以正能量形式生活。幸福会循环，悲伤也会循环。当我们想要自己爱的人快乐平安幸福时，就要在幸福的循环中尽一点心力。网友们看了贴文也纷纷为他加油打气，赞他要向 X 很高的你学习，给我们满满的正能量。喜欢你的坚强和善良。